你好，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慎选修行道场。当我们想要修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来自四面八方的障碍都涌现出来了。有的呢是家庭环境不许可，有的呢是个人的身心情况不配合，因此而没有办法修行。就算是我们克服了这些问题，当我们要选择修行的道场的时候，又会发现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道场也有很多的问题必须考虑。现在呢，我们就恭请圣严法师来教导我们如何慎选修行的道场。这个问题的里边呢，实际上也问的两个问题了啦，有两个问题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想要接触佛法，要修行佛法的时候呢，种种障碍来了，如何的克服，如何的解决。第二个问题，能够把障碍的问题克服了或者解决了，那如何选择在哪儿去修行，或者是向谁去学习，哪个道场啊告诉我们怎么修行呢？这个是两个问题啊。我先讲第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障碍的，要修行，第一个首先自己心里本身就是一个障碍。自己的心理的障碍就是怕这样怕那样，担心这样担心那样，第一步不容易跨出去。那要告诉自己，我必须总要跨出去第一步。有的人要来我们农禅寺皈依啊，等了3年就不敢来。为什么？我去还是不去啊？我等一等，我去还是不去？我等一等。好多人都去了，没关系，反正他们去了，最后都是我会去的。为什么等？心里头总觉得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要等一等。这个仅仅是皈依，谁也没有阻止他，他自己的心里把自己挡住了。很简单的，要来皈依就来了嘛。要做佛教徒，认为作为佛教徒是很好的，就去了嘛。自己的心把自己挡住了。还有家里边的人，以及环境里边的这个工作也好，以及呢人也好，都会啊多多少少来给我们障碍。我们要修行，时间不知道从哪里来，要接触佛法，要参与修行，这个时间是就是这么多，怎么来？一定要下决心，如何的安排，把自己家庭安排得很好，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才能够啊有时间去修行。实际上很简单的，你少去看一场电影，你少做一些呀无聊的，或者是呢不是那么重要的应酬和去玩乐和自己去浪费掉的一些时间，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了。你洗衣服快点洗吧，有的人可能从早到晚呢，一件衣服洗了以后又烫，烫了以后又折，折了以后又要摆，摆了以后又要收，收了以后又要挂，挂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一件衣服就要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摸摸摸摸，把时间都摸掉了。很多的人都把时间都是摸掉的。如果我们呢做一样工作都是干净利落，我们的时间就出来了。我们的时间呢是可以让我们支配的。第三，我们的人的关系，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三缺一，打牌的时候一找你就找到，你去学了佛，我们打牌打不成的了，那怎么行呢？我们看电影或者是去玩的时候，要你开车，要你一起去，你就不去了怎么行呢？我们晚上看电视，大家一起看都好，你去了，怎么我们不看电视？电视看得没有趣味了，都会阻挡你。这些可以解决的，很容易解决。就是说，我去，你们要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一起去试试看嘛，我觉得蛮不错的，你也去试试看。这样子一带呀，一群一起去，一起去呢，觉得第一次觉得还勉勉强强，不是很好。第二次、第三次啊，越来越有意思，又觉得这个也不错啊。我们过去的那种互动方式，现在互动方式，过去的那群朋友是狗肉朋友，不是酒肉朋友。那我们现在这一群朋友是修行的道友，那这个我们这个人品提升呢，我们层次提升呢，不是更好吗？
所以这种阻碍就没有了。第二，怎么选择道场呢？这个很难。但是呢，我告诉诸位，选择道场非常重要的就是看这个道场是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很喜欢这样子做的，去一次看一看，然后呢，你不要一头钻进去马上就不出来了，你也可以注意一下看一看是不是适合你想象中，或者是你的观念中，或者是你的性格上，是不是跟你适合的。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一些正确的佛法是什么，正知正见正信的佛法，正行的佛法是什么。他们在做一些那些这些道场里面呢，他们所作所为种种的一切言行举止，是不是合乎啊说正知正见正信正行的这个原则的。还有佛法的根本原则呢，是啊少欲执着的。还有佛法的根本原则呢，是叫我们呢清净的、和谐的、无争的，而要我们呢能够使得我们的人品提升的。而这个道场里边究竟在做些什么？他们这些师父们或者是这些居士们、菩萨们究竟在做什么？如果我们认同了，觉得哎，这个的确是我所要想理想中的道场，那你就清净吧。还有可以相信呢、啊、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呢你认为那些朋友啊，这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或者是本来不好现在变得非常好的人，那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介绍我们去，我们就去了。像你们诸位好多人听我们的大法鼓，也是有人说哎，这个大法鼓还不错，我们就听一听看一看吧。那么一个人介绍两个人三个人，那么说了解了正确的佛法之后再来选择道场。还有没有了解正确的佛法之前，你也可以根据或者是呢这个跟着你的这个好朋友亲戚家人呢所知道的道场也可以去的。还有有名的道场不一定是好道场，但是有名的道场大家都说它好，那应该这个道场是可以信的。没有名的道场不一定是不好的，无名的道场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的，那就看我们的因缘了。